这种游戏你自己不扛得分可能会打不好。你擦屁股是用左手还是右手？干谁会记擦屁股啦？倒也不是控球要学的东西最多最难，而是我觉得每次我打控球的时候，我每次打得分的时候，我们家工具人都玩得很烂，就是工具人该做的都做不到，比方说篮板也抢不好，地板也捡不到，然后呢也不会帮你移卡，甚至有些工具人呢他会直接拉开想要做中投，也不完全不来帮你挡，那种就很靠北啊，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自己去做工具人的原因是这样。铃木一朗不是就是哎，铃木一朗是左右开弓嘛？我记得他是上一垒速度最快的之前嘛。基本上 DIY 那只手都是非惯用手，哪有这种事？干，害我回想一下，我 DIY 是哪一只手，真想不起来。右投左打。妈的，控位永远第一颗都不会进。控位要不要还？就问你啊，死了，被火神贴到了，跑错边。哦，啊怎么掉？哦，好铁哦，真他妈的好铁！干，没卡到，七投零中，八投一中，这什么鬼子命中？我已经抢四个吧。对啊。啊，掉了。这角色没有第一个空位是打不开的。我还没卡到，移卡老哥，完了，多数早川还是不会这个技巧。主播觉得可以撑到五周年吗？阿宅，谁知道呢？我可以问一个挡拆的问题吗？请说。没进。左边。哇，真没撞到。这他妈的有够铁。他也很铁，其实。你妈真铁！那先看到要挡的地方再按挡，这样吗？不是啊，是你面向要瞧对着对手啊。Oh shit, Wiki。防守时要看自己的角色吗？还好吧，正常你不是应该会知道，你正常不是应该会知道自己的角色在哪个位置吗？真的很铁、啊，打铁。啊！我是不是有投过一个三分？又好像没有，算了。干你娘嘞！
好你妈！这是妈铁到我想笑。啊！我靠！我腰超铁。哦，有了，拉回来，补偿，打铁局，我操你妈的，好铁！丁氏右手后侧是不是不能直接三分？可以吧 ？Jordan Poole。干你娘！哦，干你娘！中风，不是？哎，我快玩不下去了，怎么办？我操嘞！骂到了，骂到了，骂到了！还有救吗？我两分的啦，没有配过三分球哦。只是把这次要铁输了哎、欸，还有机会！天哪，气筒真是真茶，氪金不够。哎、欸，看你脸啊，跑不起来。哎、欸，有。还好，守一个后仰。我以为要打铁，然后要输球了。睡啦。续命，续命！好嘛，冲哦！吹落去，补扣，吹啦！哎，我冒他五颗了，哎，而且全部都是投篮的，哎，是冒的不少，哎。我操嘞，这个人真准啊！我带两分的啊，我等一下给你看。我看，我以为又要打铁，其实对面守的很烂呐、啊，我空位超多的，我已经铁几颗，我根本就懒得算了。哇，我的，准坏了，真的耶，啊啊，危险危险危险！他们守得很烂，他们真的守得很烂。我普投基本都是空位的，倒掉了。好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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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卡得好，干我三分连进两颗哎，他补偿在三分球了是不是？他们是真的守得很差，我空位超多，但我已经忘记我打铁几颗。三分比两天还准，对啊，三分比两分还准，还是我真的带到三分球？不可能啊！我看一下，为啥这么铁啊？看我们板超多的，还差点要输掉，差点被我一个人铁输。我28分五颗火锅，哎，看一下看一下，不可能啊！我立松完全没换过啊，对啊，中投。中投23，然后无人跟防，脚踝终结者，空中领域，对啊，没换过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